演绎父母恩重难报经，慈济幼儿园毕业典礼上最让人期待的一幕。但要记住经文，又要记动作，北海慈济幼儿园小小孩儿以情来捕捉。我觉得最难的是报恩，所以跟脚步都难。那你怎样克服呢？在讲一次，做好分类饲料，就去念报恩了。最难的，跪拜。跪拜为什么？因为跪拜不可以是有声音，拜下去的时候，我手先张起来，高台压去就没有声音了。认真学习，想要呈现最好，过程中难免跌跌撞撞。八六拜慈济幼儿园的老师们更耐心陪伴。我那个报恩手语的啊。本来有的讲要，我刚要的时候很兴奋，可是一去那个练习了就很难啊，那么就觉得很难，然后就打退堂鼓，然后又再换人，有的甚至哭啊，不要来呀、啊。然后当然了，我们是尽量鼓励孩子，是说啊，尽量去克服困难哦，然后一直跟他加强他的信心，你能的，你可以的。差一点要放弃了，很辛苦。然后为什么最后你又想比回练包呢？因为我想到要有勇气去克服这种困难。没有办法了。高原慈济幼儿园这次毕业典礼用皮影戏来说故事。有一天我们结婚了。结婚了，来结婚要怎样？哎，送你爱心哦。爱心，然后向前。噔噔噔噔噔。孩子自己设计，创意无限，也相信他们的能力。而我们这次拍出这三位呢，两位是语言上面是比较需要关注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还要选他们三个呢？都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呈现自己嘛。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，呈现出自己的努力，也会是受用一辈子的学习。大爱新闻陈瑞文、庄志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